活着有什么意义呀、啊？不是我真的吃的不好，每天我都不吃肉，老是吃素，我还不吃饱呢，这日子也没法过呀。跳舞频道酒店推荐你热二的位置。你为我关上了门，留了一扇窗，我在窗外从天黑等到天亮。我梦见你转身，我刚吃完饭，等会儿再跳好不好？啊，跳了，等会儿肚子又开始疼啊。我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爱上了你。待会儿给你们跳一个劲舞，今天不跳慢的，跳劲舞。让全世界都知道我